我是沈天，来自赫尔辛的狼人王子，今天来给小雨卖他最喜欢吃的榴莲。新鲜的榴莲免费试吃，先生要不要尝一口？怎么这么臭？一定是不新鲜了。不行不行，卖榴莲啦，又香又臭的榴莲。老板，榴莲怎么卖？少侠，卖榴莲你可算是找对人了，是我南城榴莲王，可不是说说的。怎么这么臭？那老板，你这150一个也太贵了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哎，别走啊，小伙子，5块一个行不行？交个朋友，开个张啊！太便宜了，便宜肯定没好货。嗯，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好香啊！小雨，看看我给你带回了什么。我这就帮你切开它。两颗。啊！堂堂赫尔辛王子，搞不定你一个破榴莲！你们，王子，公主就在这里。发起进攻，一定要带回公主。不急，糟糕，这榴莲实在是太臭了！进攻！可恶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，要是有身战甲就好了。嗯，什么东西？可恶！给我使用超级榴莲炮！堂堂赫尔辛王子，给你一个破榴莲！谢谢你，帮我抵挡了坏人的追击，我愿你做我的王子。